本次当中的举办台南五间学校联合音乐会，将在16号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。五间学校音乐班上午在英华市政中心一楼广场举办一场快闪活动，吸引不少公民重视天灯的欣赏音乐，也成功达到宣传的目的。学生对边仔个甲中演奏乐器，吸引袂少车公民众停落来听音乐。由台新国中、英华国小、新民国小、南兴国中甲台南女中五校音乐班的联合快闪活动，上午伫英华市政中心一楼广场举办，也向民众宣传将要伫拜六登场的五校联合音乐会。这五个学校呢，都是在台南呢长期以来呢培育我们音乐的教育的这些小孩子哈。那我们每年呢，把这五所学校呢，这个集合起来一起办理这个联合音乐会，最主要呢就是希望呢，让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了解到啊，台南市在音乐教育推动上面的这个成果哈。今年一度的五校联合音乐会将要在16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。音乐会串联国小、国中到高中的音乐班。就了顶现平常时伫学校所学的成果，也希望带好听众视觉甲听觉融合的音乐盛典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记者崔玉文，陈嘉生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